晕针是一个非常普遍的，如果处理得好是不会有危险的，那叫气血交泰，气跟血集合在一起以后，它整个就晕了。晕针了以后，其实不用紧张，就是马上让它躺着扎针，从人中线下去就可以马上让它起来。起来以后喝一点温开水，不会晕的话，那就可以坐着休息一下，或躺着再休息一下就 OK 了。